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妙趣动物世界。羊在湖中央，狗在岸上瞅，想入水中去，奈何腿太短，难受。伴随着一阵猥琐的叫声，一道道熟悉的身影又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内，原来是非洲二哥的兄弟野狗。说起来也有一段时间没见了，但今天野狗们非常兴奋地聚在一起。只见岸上的一众野狗眼神直勾勾地盯住河中嬉戏的小羚羊，口水都流了一地，要不是自己腿短早就冲过去了，而现在只能默默地看着眼前的这块肉，是不是他被隔壁的河马大哥冲过去玩弄一番？这待遇简直有点过分了哈！不过我还是想说一句，干得好！但我们的野狗兄弟虽然饱受磨难，却仍然不肯放弃。还好隔壁好心的河马让这头小羚羊赶紧游到河对岸去，这就打破了猎狗们的最后一丝期望。这手段在下佩服。本期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，由妙趣动物世界剪辑制作。即日起，关注妙趣动物世界并评论转发即可获得精品礼品。我们将从每期视频下方选取三名评论点赞最高的观众，送出我们的神秘礼物。评论数大于30即可生效。让我们一起期待您的神回复吧。